穷到只剩一条绳，悲情母子共上吊。这里是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，欧洲南部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多山国家，首都塞拉耶佛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举世闻名，特殊的文化也吸引众多观光客，但过去饱受战乱之苦，居民的生活并不好过。当地一对83岁和55岁的母子住在西部地区，生活拮据，天气严寒，但没钱买燃料，家徒四壁，断粮了。老母亲还有病在身，疑似因此厌世。邻居几天不见两人踪影，才发现他们已经自杀。心酸的是，还得用同条绳子上吊。当地就业机会不足，社会保障也不完善，邻居自身难保，也无力伸出援手。丈夫过世，女儿出嫁后，老妇就和儿子相依为命。虽然儿子尽力照顾，无奈三餐不济的生活，还是让母子俩走上绝路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